我的肚子痛。情况上来卡就没了。谁有菜的福利啊？第一的三十张网点加我的微信账号，还有一次和我视频的机会。对面头奖，真的假的？第二的是多少张网点来的？第二的是五张网点。但是你们这个十六人组的话，决出来的一等奖只有一个，然后二等奖的话是有四个，因为这个两两比赛的话决不出来二三，所以只能把那个二等奖现在给你们列成是四位。如果人多的话会再给你们，这样玩点有屁用？但是有用了，你玩的游戏多的话就会有用了呀。我等会儿我想想我上哪个卡啊。先磕了再说。还整个你不妙不报名了，免得赢了冠军，我怎么那么不信？死了，仨十户家，能上的，他磕一下，再扫一下就没有了。加群就可以报名吗？不是，需要有五千余玩，或者是转账五块也可以。说晚了，复活牌。现在有一二三三个人报名了，你们要报名的时候喊我啊。天哪，哥！呀，他带这么多的破玩意儿，你加上了，加上你三个。
利。嗯，好，怎么了？别打脸，为什么？他护甲值太高了。先结场。三攻。第一套结场。我可没时间陪你玩游戏。我的 ID 已经加不下人了呀。